江美琪和马来模林建惠的第一场售票演唱会晚上登场，两个人都坦诚超紧张的。不会看中文的林建惠除了要背中文歌词之外，还挑战台语歌呢。为了营造现场热闹的气氛，两个人还小秀了一段舞蹈。没有华丽的舞台设计，小美江美琪与马来模林建辉两人的第一场售票演唱会就此展开。展现苦练成果，小美的家人、演艺圈里面的好朋友九令、蔡依林跟光良都来了。我多么羡慕你，总可以转身飞远远地。那其实这一次的音乐会非常的紧张，因为筹备了还蛮长的一段时间，但是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在这个音乐会上呢，就是可以比较轻松一点听歌的感觉。先别说好歌一首接一首，而在超级星光大道 PK 赛中一战成名的林建辉，也是一上台就先用歌声征服台下听众。在爱的春定时间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诺哥，我很紧张，我连自己的心跳的声音都差不多在比这个听到音乐大声。展现腼腆笑容，不认识中文字的林建辉背中文歌词已经是一大考验，但接下来他挑战的还有台语歌。营造现场气氛，两人更挑战双人舞。出彩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一首首动听好歌已经让听众觉得值回票价。